外语的感觉。这次出国又去马场，这边马场，我是爱马仕啊，这动作一强嘞，呀，马场，你用脚跑，嗯，好，你别提，哎，你我，你怎么敢开啊？我最爱你了，我开开跟别人一样，应该这么说，我们呢就是要一直觉得有赚不完的钱啊。你等下还是讲，可以爱接我回来，那如何？你当参加，那你才能参加。啊，我一年只有雨天。懂国外语来合理化？没有啊，没有合理化，你当然不是个成人嘛。你是第26万，我有一个关系来。没有。啊，那讲，不是。放开啊！小安娜，是多少钱？22对不对？25。是25，没有错。你是给我挂掉呢？你把人来，让你被开掉，人家在被欺啊，我欺啊。人家就是讲这个钱，你看，我不想看，这不是我乱讲的。哦，你没事。